昨天的起事故，还是咱们检查不到的操作上出现失误，你们两个是带头人。发生事故以后，难道与书记没有关系？手机拿上枪就成这样，这好家伙，瞄中了。那你说出来已经有点闪，是不是打脑袋上了？昨天的起事故你是打到眼上了，如果跟人家打太阳穴上是什么的？都很危险的。但咱们这个行当，只要今天剩下一天，危险都伴随咱们一天。应该吸取中午的事故教训。李海兵也别说因为成绩的事故中一蹶不振，还要打起精神来严格去要求。我的原则是出了门再不能有半点数，安全就是天，和天一般大。那叫以后必须人人拿操就行啊，别人操我干就行。咱们客家这个人是不是这高危行业，你一时不操心你就要出事。一出个工作事故，再出的没多不讲，一片风卷。365天，每天24小时，人可以轮班休息，生产却一刻不停地运转。井下从大夯到每个工作面深处，矿工们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采掘财富。瓦斯、水患、冒顶、自然、粉尘，每一刻都在威胁着矿工的生命安全。因而煤矿制定了一套完备的安全规章制度，采掘、通风、机电、运输、安监必须各司其职，协调联动，确保井上井下安全运转。哦，你好，打了几杯几杯？咋开水了？咋回事？知道么子吧？三矿现有3支总裁队，无论寒暑，每天早5点前，3位采煤队长必须赶到工区，在第一时间了解井下生产情况。他喝水去了，喝不进去了。老大，你听了听了，大伟今天太久了，进去拍一下。前天有一波，白干了。山西扬煤集团三矿始建于1950年，从1907年开始，这里就有了民族工业的开采。111年间，三矿已经发展成现代化国有大型煤矿。在20世纪90年代，三矿曾经名列亚洲井工煤矿第一大矿。到2018年，采区内资源采掘将近，一年后将闭井停产。闭井后，三矿将如何转型？6600名矿工将去哪里工作？成了全矿上下每天搬前搬后的一个主要话题。这个是咱们现在一个挣钱机会吧？咱们多倒下来啊，多倒下来，咱们攒着是吧？等明年不该只有点风雨，咱们抵挡。今年你能挣点钱不是吗？明年还能成咋回事了？这门也时间不长了。先下个段儿了，不当回事。咱们能挣钱，咱得挣出点好钱。再没对没有产量，就是证明你没有干活。安全操作性，产量任务完成啊，咱们就是挣钱。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啊！下去注意安全啊！
都找了给赔。三天了，人下了46个小时。前两天的主要是后溜给怀外边坐着几位，一直不能开。三天出来了。走啊，跟我下坑吧。下矿井的架空成人索道，在这里被称为猴干。矿工由井口乘猴干下行300米，进入地下120米深的水平运输大夯。穿蓝黑工装的是回采、掘进、机电、通风、运输；穿橙色工装的是安监；穿绿色工装的是工区以上领导干部。头戴红色安全帽的是共产党员，各个工种都在这里乘车，赶赴各自的工作区域。都这来了。车接上来的是完成工作上井的工人。井下阴冷潮湿，每个人都是脚步匆匆，想要尽快上井，早一刻看到太阳。班车再送下去的是上班的工人。哎，路子到了，来得可惜，出来这。有没有带走？我这上啥去？工作是不是？进来工作班。路上都远了吗？光转了一圈儿。就半小时，转一圈就不干活了，再干活就时间长了。他工人嘛，20小时，二对六，他上一个班上一个晚班，那20小时。三矿采区经过111年开采，已经将地下40平方公里的煤炭采完，主巷道延伸到10000米以外，仅剩下4个工作面正在进行最后的开采。井巷上方覆盖着连绵起伏的大山，平均厚度达500米。第一站的电车行程6300米，要行驶40分钟。宋永林所在的 K8305 工作面，在最远的深处，要乘电车2次。乘猴杆5次，再步行将近2000米才能到达。我这往里就是我的房子，现在是个段。原来一共是1600米，我这我采了720米，还有800米吧。根据回采进度，这个工作面将在2017年底采完。现代采煤工艺是将采区煤田划分区域。掘进队在每个采区两端分别打通进风回风2条巷道，采煤队由内向外往回采掘，因而采煤也叫回采。综采队是全矿工资收入最高的工种，也是劳动强度最大、环境最恶劣、最高危的工种。往下走，往下走。井下所有的危险状况这里都可能会遇到，高浓度的粉尘，稍不注意就会染上煤矽肺。宋永林在采煤队工作了20多年，几年前就检查出1期煤矽肺，本该享受国家病休待遇，但他不愿年轻轻就赋闲在家，这些年就一直干下来了。
这也看不见的。大红豆宋永林性格强悍，作风硬朗，他带着的宗四队也是全矿最能干的采煤队，这两个月工作面出现的状况少，月月超产完成任务，干得好，挣得多，心气儿也顺，高兴之余也为一年后观景将去哪里工作而担忧。咱们这矿井往上灌不行，现在能出的尽量能出，到明年三月份必须停了，全能灌平，就剩下的留下的就留下了，再不挖也不灌的，就灌了，全部都灌了，现在就干净错。这个煤矿工人嘛，他就是这干别的他不行，他比电商你看这好些老实，那个话也说不了，在工人。够少够挣钱，是不是？你说丁校长，你不管咋，上个班那个月可以八九千块钱，上万块钱。肯定你要是坑上挣不起。刚刚没有饭吃了。K8201是宗五队的工作面，近一段时间瓦斯持续超标，导致采掘工作时断时续。无色无味及易燃爆的瓦斯悄无声息地从煤层间泄出，八地板这不是挖了一个板，这是湿地板啊，中板啊，这都干完了。工作面情况复杂，队长李海兵已经在井下连续工作了40多个小时，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，矿领导都会在第一现场督阵指挥，只要有事下来就不走，来压了把这煤都压成面了，前面看见是块，像墙一样，这儿像是煤堆，就30多个小时就这样，真的压力大，特别大，一下就剩下1米12，地也往起鼓，两半往过去，不好干。这就叫掘刨，顶板来的压力啊！这掘刨就是顶板上头这石头断裂的时候，像就是。看，这些掘刨错了啊，是一会儿一个，一会儿一个的。这是一条抽放瓦斯的尾巷，来自四面的压力已经将3米见方的巷道压缩成不到1平方米的洞孔，人只能爬行前进。看到点啊！在工作面随着采掘往前推进，采空区上方岩石断裂，压力也在跟进，采掘顺利推进，压力就甩在身后，一旦停滞，压力便赶上来，因而导致滚帮塌顶，巷道挤压缩小甚至堵塞，采掘工作更加困难，必须尽快清理打通，保证瓦斯排放达到安全标准，尽快向前推进，甩掉压力。103前方到工作面是多少？看句话。103前。这是原来的巷道，这边和这边原来4米宽呢，现在仅仅剩下1米56呢，高度基本没有了。近几天开始整巷。1米5高。张耀清的 K8204 工作面遇到了无碳柱，采掘被迫停止。无碳柱是夹杂在煤层中的岩石，这次遇到的无碳柱长有70多米，纵深达40多米。每当遇到这样的状况，只能停下来打眼放炮，排除一段后再开机采掘一段。这是最后一个无碳柱，边边可过了无碳柱过了，12个篮子，13个了。采掘停滞不前，身后落山的压力就赶到了头顶，加之 K8204 回风巷临边是采空区，压力都集中在了回风巷。4米见方的回风巷道眼见着要被堵死，
几天来，三队和工程队分别从回风巷两头昼夜不停地开挖，来自四面的压力同时又在不停地挤压，拉锯战已经持续了一周，却迟迟不能摆脱压力的追赶。刚大铁的掘进好多有三米多高，将近四米，再来再这个一米一左右。咱们站的这个高度，这都是人工一天天天拿高楼出来砌出来的，就是。回风压力大，高度不够，砖面不够。现在这个高度，砌了七回了吧？压力过大，你就是咱们砌了，明天他就过来就有压了。铁肩膀，你中间会看见，就这么长，回的。这真的是，真爬也爬不过去，昨天。仗打成这样，井下的工人干得费力憋气，井上的工区领导更是着急冒火。你们队长自己不也干了吗？你们不干的，那个三队上了，没人去干了。干的什么营生这是？找你们排水，嘴上都咳嗽的哈巴崩地，我往六省三六排了，肯定排完了。怎么想的？排完也不知道谁给你排水了。你们天天扔到水里是每天，没安排一件事，哼，就一件都办不了。最后也把干树叶放全部扔了，土里扔这地方，积极开工，保证几米五米三米这地方都施工了，再开启。你说的这个工作量呀，这是谁讲话呢？是屁话了这，挺好听的好听，啊，你现在每天必须保证，啊，每天是。队长上不来，咱们书记可不能下不去啊！两人一定都要辛苦，能做到做不到？嗯，做到。不要催了。嗯，做不到不开心。马上咋回事？他越干每次越不受苦，就不还是不干每条街跑的，越来越受苦。上战场了，这就是战友。你虽然是这都是，那好些工人骂他，他也没有什么意见，还行。你工作再好，没有残了，都服你了。工作再好，的安全搞不住也不行，什么都是零。还有他一些工人，他想到了，再骂你，你当队长就管了，是吧？不管就不行。不过领导骂咱，咱理解。领导我也找，他们出出开我们，我们出开他们。工长完次次发工，就是个菜。井下墙体里长时间的工作，每天三班的班中餐，是工人们补充能量的重要保障。三矿的班中餐最多是每天要发出1500多份。这个数的，这个数的。来，家人是咋的？这是本子，这过去的电商。没错。老婆还拿钱管钱。周志小姐，给他们10万块钱行不行？不好呗。你给他吃饭，这都是拿饭盒给他搬的。他就怕突然间一个脚跑下来，呱一下，得给他全吃不成。老婆给没的吗？爸爸口味啊，不得就是好，就是没这好。饿了非吃吗？这回的吃的方便吗？
玉宫井口有个小卖部，专做下井矿工的生意。小卖部的香烟是一根一根的卖，抽烟的矿工们下井前买一根提提神，上井后再买一根，消解井下十多小时的疲劳。一根烟也就成了井口的一道风景。井下工作面情况复杂缠手，张耀庆上井有些晚了。不是他干的，你不来，你查不出呀。工程的人早就将他们撵走，提了第六遍了，我在里边提第七遍了。咱每天也能推个两米多也散。衣服就不对，全拆了，背上，爬不过去嘛，就这么高了，要这么高。有困难盖着困难，提起提提的，老收咱家的话。关键是你那不扔，眼睛都没好，你说不是？别跟他提提提提话，反正咱没有咱的缺点，你盖到数年的数年再。咱的困难也得跟人说了，盖到提个提提，都这样的情况。总被北海了，弄不成。海今年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了，也没有北海。2017年6月30日，是完成当月生产任务的最后一天。四队已经完成了当月的任务，目标是超产上台阶，多拿奖金。这个月最后一个夜班，宋永林亲自督阵，给夜班的伙计们加油鼓劲。都是，你搞个本儿里面扔啊。今天干四道，每人上去挣150分。只要干四道，180，变成150了。一分7块钱，我就180多少钱。你给我说啥？要2000块钱了。过瘾了，这都钱，我这谁给的工资？今天我挣1万多，1万多能买450万块钱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，有点不少。现在活走了，看起来了，再看起来了，再。我的任务约束给那个15万，那最后一天才了。16万开始给奖金，每超5000都是给5000个奖金，那服务工的往给奖金。我差17万，还有个9000多。我刚才政策给他搞给他了，今天干事都没上去以后，一人挣180。今天我跟我说完话，你暗示我哪个这样开？你看，这种娃娃可能皮带都没了，把皮带都咬掉，找我去。伙计们实际挺单纯，反正是挣钱就赚钱，别的咱不说。今天夜班比较有事，今天存了1万多，就完成了。那没看。地板给塌了。没有。新来求活的，这里边干。留着干了，网不好破了。这个大块吗？这怎么有一点没线儿？那大块。三队工作面由于顶板维护不到位，塌顶了。眼看这个月的任务是完不成了，还被开了好几张罚单。张耀庆窝了一肚子火。出来了。走走走走。前天那钓的那你们谁指挥？我了。啊？我了。别钓两个球呗，咱还有你来嘞。我顶吧，谈不了。我你。我顶吧，谈不了。你钓他做啥呀嘛？还钓两个球呗是吧？谈不了，弄你家亲戚了，咱扔到你了。那弄到红鬼了，咱。
我们都踏不了，踏不了我叫那多少？没有用，我叫那多少？看你们单位要活，看这东西了，那我哪发瓜蛋嘞？我跟你们讲讲，我们自己听听啊。几位乡帮主不休200，十三家到20家有副干不勤200，两流几头两流中间有五根柱没有算没有算防盗绳200，总共1800。前天你妈的告诉了我们，你们冤不冤了？我们自己看看看，拉了几头防盗绳都不算了，是吧？算了，这是谁？自己看。自己看看，我们来自干啥来了？啊，赵教授，把他们老本啊进进个，上那边转，有桥都有。我们上一点能挣600块钱，再挣不加？啊？能挣加1800的，我三人能挣加1800了？从头没人管，工人们我啥也不算啊。该挣多少挣多少，就前天干家员求叹气，我们赶紧把屁股走了。我估计这份人嘛，我们搞不了，啊！完了，我班组长全给我扣了，都是一份工，自然连一份，都是一份工。坐坐，媳妇。媳妇，没叹气的，你敢不丢了？英文妈的正好意思了，操他妈的！工作没给他搞好。工作一头给他推步，一头循环。后组是没有行程了，前边是你蛇家高蛇跑。那大蛇呀，大点办啊？这都给家留下油。成了神了的，这爹不做事，咋还能干成当意思了？给他弄的。高人呢？我今天的机会看不来了。前天嘴上呗，基本漂的有伤。人家伤了几次？工人们喝的厉害。这个工作没法。2017年上半年，三矿超额完成了集团公司下达的生产任务，四队生产任务完成的最好，集团公司的慰问品送到了四队。刘先生，好的。我们的战果，我们都已经攒了罐头，不敢瞎说这是。哎呀，这批罐头也麻烦了，我明天给我也不要了罐头。哎，有了给你们说。老婆找我的要罐头了。工资高是福利高，工资我们工资也高，福利我们高，这人就够苦了。我吵架给他们一人送了一箱蒜。咱们一到七月份就破了百万，这个咱们安全上没有事故，这不是九大股东工会放慰问咱们，去年是慰问咱，今年是慰问咱，啊，全国九慰问一个队啊。就咱们做四队，俺考上这意思，就是报五队、报三队，最后咱们报四队。可他们不读书，三队闹事故，五队闹瓦斯，
一人发个包差一点。嗯，咱们家的，咱们也攒了，咱不给发。嗯，年子回来二百分，那玉米都给了四堆了。我要不得你都不要给，四堆了是炸糕嘛，都预计了；三堆和五堆了，俺们是光过春天和冬天，俺们不炸糕，不都预计。三锅的没都是家四堆出来的。不要不要看见啥了，你这。哎呀，气的我你这么想？你六月份、七月份上够半的人，一人是给。你上够半，没有。咱们这烂熟嘛，那别人六十三也是管这个地会给他，我不问你不烂熟，那么你那管住产业了没有？那别人烂熟就不上班，那里有了？别人家一年给老婆，又是孩子，又是金项链，又是那个旅游之三，那还不赚？我老婆是一袋白面，还他妈买不起哥的姑姑的。当男人，咱们家老婆还过着好光景，男人要想我了，老婆还那真是当不起个男人。啊，你要真是咱们三个三光，你要出个挣钱，我跟你完蛋啊！所以咱们金根活这么说，咱这三光的挣钱的机会很少了。很少了，那马上咱们要逼近是吧？抓住时机挣钱，啊，抓住时。南戴河、北戴河，那叫河，叫戴河，戴河尾巴是南戴河。这大嘞，你看这黑夜望不到边儿，这都吓的。上半年生产任务完成的好，这段时间井下生产顺利。宋永林一年难得请一次假，带着老母亲来看海。姊妹五个，姊妹五个拉扯大，可不容易，哪来过这些地方？没有坐过高铁，没有坐过飞机，没有见过大海，那终于看见大海了。我这是什么海？我说我也弄不清，弄不清这是什么海。吃大粥吃大鱼。从历史弄地的，清朝到清朝全部都白眼了，人家白不眼。向上西周春秋战国秦汉，全部分裂，今南北朝，隋唐五代所言的些。你看。一百块钱买了块俄罗斯表，回来不让卖，便宜一百块钱让卖了，回来不让卖，舍不得就怕花钱。你看孩子们这些才不容易，现在来，也生活条件都够了，还能挣点钱。我估计假的。贸易没好来的，起码是给了吃饱着喝。说了一百嘴，姊妹五个，俺父亲原来在二县，经销二县了。挣的也不多，以前吃饱就不错了，是这样捡个菜叶，给俺们都这酸菜，嘿嘿，口味足了，做的可香了。俺这家姐这还能吃饱啊？俺姐的衣服该给我穿，她比我大，她的衣服该给我穿。大的穿了二的穿，二的穿了三的穿，最后买了补的给大的穿。还没能住上楼房，都过得有米有喝的。我这就是为了舒舒坦坦，给他是满足了。现在，咱生产正常，早上六点半打个电话，可以十点打个电话。不正常了，你不好意思请假，哪好意思给他请假？出不来，我一天对着机会了。说咱们这行当不一样，我说我们这单位还有群伙计们呢，150-160号人呢。吃饭挣钱，忙了。你不能也是都得雇了，老母亲都雇了，单位都雇了。可有半夜一天接客没的，电话打也不接，没有空接。他真是，我今天下班之后接了电话，我这才能睡了觉呢。有时候两天三天的还有连着还有。两三天上不来，找起来给调度打电话。我给调度打的电话，给媳妇打电话，给孙海打电话。哦。哦，真是有了电话，这才放下心了。人生不对，我还是给他说见了一万两吗？啊，这不得喝了吗？给俺妈。嗯，哦，明天早上赶紧回去。忙了，时间长的工作。有的那人我有点紧，就给咱等下凑吧凑吧。过来这儿来，过来
过来这儿来，有家过去五十步头，你过来。宋永民刚刚休完假，四队工作面过地质构造又开始滚帮塌顶。生产不顺利，安全隐患时刻存在。矿长刘兴和到工作面实地查看，指导排除。在井下，每当遇到危险情况，必须要有当值领导在一线指挥。看看他这压力大小，一直是顶巴脖子。他现在顶得不得好，没有联系了哇。到二中家到了将近四十家了。条件不好了，老的家也不行。棍棒从积累，这棍子传到前头来。你自家还能憋起来，溜子还能抬起来，你还能跟上他走。这两天肯定难走。又走极限了，海压这么几米，它的顶方就要断裂一次了。周期压力来了，空板是肯定是要来的，工程技术人员要挖好这个管，但是呢，提前观察，提前走。空板可以，但我不能让你打它了。矿长在井下盯着。刚刚上井的宋永林真有点着急，上夜班的伙计们又挨骂了。对方骂了他呀，他以后咱们能倒不成啊？说起你们班组长啊，宏大思路休息了，没有一人负责的。你说你现在死的就是白天黑夜，想就是出来过，这倒不成，那倒不成，就大伯摆不动家，我他摆不动家，我给你摆嘛。啊，你说什么都摆不动。你现在工作这么好的条件，咱们掌握的，大班不都交，小班不管的，这帮工作们，这不他这个月完了六万多才了，上个月交这个月六万，你看工作们现在这条件能干三道没？啊，这一点不能问题也没有，啊，但是人家说我只允许你干两道没，不允许我干三道没，剩下的时间都成行长老基础，是吧？你说这玩意儿两道没干不下，我肯定不让你，啊，都让你休活了，是吧？你要说这玩意儿还是穷嘛，他拿上来以后，咱们这怎么办？没法说，下个月我。把我这技术啊，就是多少管点事啊，这挠不成，你算挠什么挠不成？你本钱我搞他，我可挠不了，我挠，行吗？顶班给，那我这不是早班到现在天天下班，这工作没干好嘛？工作干好了发火了，我也气恼，俺们这人我挣不下去，知道吧？这回钱就是说惨了，你没有惨了，没有工资。你说队长不着急，人能一百多号人了，这么多人都开不了资，我开不了资吧？我平时挣得多，那他们开不了资，你说他们老婆还不骂我，干啥给我挣不下去？你平时骂他紧张着，我出了没挣到钱，真是最高兴。但是你没办法，那伙计们更让咱得挣钱，咱是管他们，他们都听我的，光你干咱是撵他们都干，你想这顶班最危险，这特顶厂安全就是。你们俩学习老师这一起工作都是工作。又一批工人要转移到100多公里外的新顺煤矿，之前三矿已经有两批工人转出，关井停产前转厂工作已经先期开始了。他去了，现在在开荒呀，以后都是个这了，你出来受罪的，住的地方没有，住的是板房，那没法儿的。嗯，企业就是大趋势，到明年关了的一些菜。这次到的做选这个新顺矿呢，如果咱们想的就是三矿要预计要想托管这个矿，就承包下来，哎，由自己来不管，自己来负责。最后到了6300米，就是这个电池就走完。嗯。马老板先走，
咱们就一般现在没有专业地点，嗯，所以之前绝对是一般的。三矿迎来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，他们此行是要对三矿考察后，就如何保护开发三矿的历史文化遗产，做出一个整体的规划设计。我们在这里等你管理 ，OK， 这工人们更散了一点。这老民特别关注这个事儿，一关以后就没有很好的饭吃了。就这么大的一冲以后，留不留，留与不留。现在这边是要安置人，人要撤办，这边是要管理，这边是说，假如说搞搞这个搞成功了，咱们优先审计。假如说不搞，非铁不走。啊，这本身确实是个资源，别的地方没有，咱们有，怎么利用这个资源？嗯，然后呢，把这群人的需求针对性的去打造这么一个平台，有特色了，还得有一个名头。对，你光有特色了，你没有名头的话，它有可能就说是，就那个旗子不够大。要不然的话，你这个110年的老矿，这个浓厚的这种资本显示不出来。对。我在拾掇拾掇东西，闹好了今天就能办了。三队的 K8204 工作面已经采完，进风回风两个巷道的封闭工程正在进行。张耀清在 K8204 工作面干了一年多，这是他最后一次来扫尾了。接下来是要调到新的煤矿，还是留下？他得听领导的安排。当要钱可不敢留到这儿，留到这儿给看比较了。干了不得点儿呀，五台渡、断层、农区、断层还分的正断层、逆断层，把所有会在淤的地质构造全淤了。这个最难，走吧。走吧。走。干了几年队长？2年半。2年半。在一年一度的表彰会上，很多一线矿工被评为了先进劳模。我没有活儿，同志们，下一关就要进行管理。我们已经走到了重大的转折路口，现在我方还有财产职工6600人，还有近10000人的工作需要寻找南路和下路市，怎么办？等不是办法，干才有希望。我们要建立信心，努力工作，坚决紧紧跟新时代，拥抱新时代。清华大学三矿转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会正在举行。今年为了落实这个推进工业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，工信部把国家工业遗产的认定作为它的重要工作之一。整个这个项目实际上是非常符合国家的建设投资方向的，而且从生态角度来讲，从投资效率角度来讲，实际上都是可行的。所以说我们才会有把三矿建成一个遗址公园啊，包括再给它进一步的这种生命力的这么一个想法。咱们这个生活系统、生产系统现在都是完整的，正好处在要停还没停的时候这么一个阶段，它都是完整的。如果要是随着国家的这种关停转并的完全消失了啊，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啊，非常非常巨大的一种浪费。实际上核心这个定位应该在景观规划上，大的遗址的
进关规划上。那也就是说，从阳泉的角度来讲，我们就是探究文化，就是一个运动，如果它落到文化这个层面，就全有了。111年啊，每一代每一代的老百姓把它搞到今天这样，那么今天变成遗产了，又是要为老百姓服务，而且还得靠老百姓把它搞起来。2017年12月，三矿只剩4队、5队两个工作面了。采掘工区又一批工人要转到新顺煤矿。我跟他们都给打完了，走。3队没有了工作面，一起挖煤的伙计们走了很多。工区将张耀清留下来，协助4队工作。放点个包不干净，拿药一个，咱车在那边等着了。交给他们干些嘛，走。对，俺们下课呀，慢慢给他摘了啊。这活了摘，我摘回去还得去拉呀。赶紧下苦活啊！俺不用挣钱就行了啊，俺不花不钱了就行了。看看这都用都来领了，这都捐的企业呗。我们安去我就去了，赶紧看。